样的很浪漫的方式，希望把这个礼物送出去啊。首先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挑战，叫做浪漫猜猜猜。那我们的这个游戏规则是，待会儿请哲瀚根据我给出的图片来猜四字或者是八字的成语，一共有五道题。如果说你答对三道，八字是成语，八字就是八字吧。现在我很严谨啊，张老师，八字就不是成语，对不起张老师啊。如果猜对三题，也就是说我们闯关三关以上，那就算是给我们的粉丝解锁今天的第一个小惊喜了、okay. 如果说闯关失败的话，我们也会有惩罚，好不 好, 好, 好来，那我们这第一个是个四个字的，我们先让所有的粉丝朋友来看一下。好，哲瀚，浪，哭，石心，海枯石烂，这么厉害，这我第一次都没猜出来。对，海枯石烂，蓝，对，蓝，对，其实这个有一点点难，是吧？误导我，这个有一点点难。我第一反应是浪枯石心，我说是什么浪枯石心。好，过关。现在离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解锁第一个惊喜，现在还差两步啊！来，问第二道，余音绕梁。你们是不是跟他对台本了？没有没有，我特意要求了，绝对不要告诉我答案是什么。我们所有的粉丝还没看呢，这太厉害了，余音绕梁，没错。你先看，你先给他们看。好好好，哎，飘了飘了啊，飘了啊！来，我们八字成语来了。八字成语。粉丝们先看，好。一日。三秋哎，你就看一日三秋啊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。对了对了对了，又对了。哎，虽然你已经解锁了，不然你把后面两个也看了吧，就看你能不能超额完成。哦，你好厉害啊，你平时是不是老玩这种猜题的？怎么这么厉害啊？邪不压加减，邪不兵棋棋减，邪不减乃携手并肩。这又对了，携手并肩。你怎么能知道这是冰淇淋吗？冰淇淋吗？哦，携手并肩，哦，好好，马上他就要全对了啊！掩耳盗铃，简直是给主持人智商暴击！他们给我对稿的时候猜了半天，最后一题也对了，哇，太厉害了！给张老师鼓鼓掌，张老师不。